一趟一月一年之间，山坡静默泪的谎言，站最冷的夜最远边界，正崩塌的空间，重置重建的比残忍，只是直面命运的眼，不管何为执念，所谓执念朝我席卷千遍，顺风暴涌动前不如危险一些，是将怯懦撕裂默言付出的字眼，是当然不退却，是当然不停歇，是当然不熄灭，穿越光的边界，是将怯懦撕裂，默言付出的